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，有文化，有丰收，有习惯，要把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打倒打垮，人死不得翻身。毛主席语录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